bastard. 这个楼的一层住的都是些散客和游客，二层被整层包了下来，住的都是焦老板的人，三层要不然我自己来吧。没事，哎，你举会儿，你别打断人思路。没事，你举会儿，哎，你看看，快快快，哎，举高点，举高点，三层。 三层是二叔的队伍。如果按照前台的说法，他们已经失踪一段时间了。这三楼他闹鬼，你说是不是二叔就刻意安排的这障眼法呀？毕竟这焦老板的队伍杀过来，也有可能是二楼的人不希望别人上去编的故事呢。咳嗽。三楼一个人都没有。 但有一种奇怪的声音，我听不出是什么。我觉得未必他们说的都是假话，因为二楼也有一些人的议论。那个狙击手已经知道我们来了，但他是通过胖子来暗示我的，所以他不会把我们来的事情告诉焦老板的。这个人一定另有所图，大家千万要小心。你还是坐下来说吧。不好意思啊。 怎么小心呢？ 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